的这个 NOCA 的 Live 典礼，那么也感谢大家呢来到这里呢，一起跟我们欢庆这么一个盛大的日子。OK， 那么呢，在还没有看过之前呢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 NOCA 的公司的这个背景。那么 NOCA 意大利呢是创办于1982年，那么他们呢开始是制裁皮革沙发，至今呢已经有31年的历史。那么主要呢是外销到亚洲各个国家，还有欧美国家。好，那么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呢 NOCA 呢能够在马祖巴峡创办他们的第一间全马的第一间门市店，那么能够呢让他们的这些高品质的这个产品呢，让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呢也能够享用到他们的这些高品质的产品。那么呢他们呢引进了这个意大利呢最新的科技以及设计，好，来为我们呢提供一个非常优美以及高品质的这个皮革沙发的。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怪力严碧珍女士呢到场来做这个开幕仪式。那么我话不多说了，在还没有开幕之前呢，首先呢让我邀请这个 NOCA 的负责人 Christopher。